好可怕，今天满场，你知道这人有多多吗？我的天哪！嗨，大家好，我老秦。现在呢，我人在台北和平篮球馆。今天是 PLG 的冠军战第三战，新北国王对上富邦勇士。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的战绩好了。目前两队都各拿下一胜，所以是1-1平手哦。那今天是第三战，今天是打晚上7点的。那正常来说是5点开放入场，但今天比较特别，今天提早半个小时，4点半就进场喽。好啦，那我要准备进去喽，走。现场已经很多人在排队玩游戏了。进来球场都可以预测球员，但通常都预测谁先进三分球。这里不一样哦，这里是预测上场时间最久的勇士球员。走，我们来投。Get to know me and I'm not slow. 这是口罩，另外一个是，这完全就是一个惊喜包，你知道吗？看一下，里面是收纳盒、卫生巾、化妆品、保养品。不错，这个女生会喜欢，这个好吃哦。二楼就是整个贩卖部区，不只有富邦的周边商品，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可以提供给大家。现场还有小朋友喜欢的气垫床。哇，香蕉优米汤了耶！优米，我们要去买香蕉了。优米跟露薇，哈哈，优米是哪边？我也是来支持台南的。不管是哪一队啦，就一起来支持就对了。还是我们联盟的赛事啊，支持！哇，这不是我们的卡卡吗 ？PLG 年度啦啦队，啦啦队 ，Angels， 没错，忙很久。你们今天也是带来新的表演吗？新的衣服。哦哟，我看到了，新的衣服。
我们的卡卡也是队长机，对，没有之一，没有之一，什么之一？你们只要四，刚刚也是队长，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没有，我们是整队都准备好，整队都准备好期待哦。我还有一千人就是练到受伤的，真的假的？我想说你们的舞蹈是已经有惊艳到，就是应该是蛮惊艳的，真的假的？好看的，你也会喜欢的那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好看。好的，我们大家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富邦 Angels 的表演哦。是我座位的视角。我现在坐的是啦啦队超近的热
我有拍 vlog， 到现在都还没有剪。对，你也太久了吧。三连霸！那第三节比赛也准备开始了，比赛超级超级紧张跟精彩。新北国王呢也有不能输的压力，因为他们上一场主场已经被富邦勇士拿下一胜了，所以他们今天真的会打得比较用力了。哎呀，拿到一件
passion is never exhausted. And you cannot stop it. Nah, you cannot stop it.频道，订阅起来！哦哟，我看到了，哇塞！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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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剪接师应该会吓到，剪接师会重复三次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